次看到这样一个视频，哇，一只小小的金猪居然砸出这么多钱，有好几万吧。我吃鸡只买了100个金猪，商家说有机会砸出大奖，给金一套房，到时候全部换成钱，给点小心心的宝宝们。砸不出来怎么办？要是砸不出来，给小心心都是有爸爸。开始，第一个，哇，真的有好多钱呀，妈呀！你好好看看。原来是道具哦，太钱了，我还就不信了。砸一堆泡泡玛特手办，70块一个还行吧。打电话给你最喜欢的人就打。下一个，北京一套房。哎，一个苹果手机，看起来好假呀，肯定又是模型机。再下一个，又是道具，这是什么破金珠啊，根本就没有好东西。粉丝都给你点这么多小心心了，明明就是你自己运气差。我运气差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欧气砸。哇，真的